速度的我才不会为这些东西停留。不能让研究员们来解决吗？我只想赛车。来人帮我破解这个了，才不是我不会。冰凌吗？就算请我吃也不能塞车的，我更想去研究那些滑轨的操作台。日常状态不能塞车了吧，可惜。
姐姐。不用，你好好休息吧，这里不安全。There's red storm here.
等等，怎么了？我找个隐蔽的地方停车，你说。你觉不觉得他不像是要攻击我们，反而像是在朝某个方向驱赶我们？你这么一说是有一些，他两次出现都是在我们找不到路停下来的时候。那不如顺着这里向前走吧。我的主人是利法斯寇丁，我
在这里，代替他等待着和命运的重逢。死狗逼，不玩女神，他在哪里？可以带我去见他吗？哈斯克正长眠于你们脚下的土地，聆听着你们的声音。什么？他已经死了？不，利法只是睡着了。金，你是为了继续车身之位 Q-Speed 而来，对吗？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是的，请告诉我，如何才能接替斯寇蒂小姐，成为极星的新任车神？去北方的丛林叫金吗？取回那里存放的钥匙，我会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。认可你，不是你找到他。